这个任务，他能加四十分，他能加四十分，加四十积分。全军出击！感谢真皮西瓜啊，谢谢。你为什么在中路呀？躺着看，哈、哦，盖伦打中是真的狗啊，真的狗，就故意的对吧？行，你以为你选这个英雄不被我杀就行了？没有用的，兄弟，我杀不了你，我可以杀你的队友，我杀不了你的队友，我可以单带，我单带不了，我可以靠队友。盖伦我的确打不动，盖伦打不动，好吧，盖伦中我也是醉了。细节补刀，一刀不漏，完美，完美，完美，十二刀，他只有八刀，被我压了四刀。砍一下又怎么样呢？砍一下又怎么样呢？对不对？砍一下又如何？这盖伦的确耗不动。呼叫一波打野，来一套炮车要吃的，一下来呼叫一波，给点燃！我靠，你为什么这么一点血过来抓呀，兄弟？啊，你，我火力全开了也没用啊！灭魂姐出发了，被动已经出发过一次了，不然我就直接闪现秒他了。这出发过一次就杀不了了呀，这血太少了，我醉了。关键是他，哎呦，这怎么玩呀？这怎么玩啊？红蓝 buff 太难了。不，他这波上的确我没办法，他血太少，我已经把我招全部交出去了。看一下这个下路。来来来来来来，有治疗吗？有屏障吗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哎，有说法还就好，你还要杀我？好，行，我撤了，可以，吃了个头，还行。1300块。盖伦我是不想了，盖伦我杀不死。谁送的飞机没看到？真皮西瓜，真皮西瓜，真皮，全是真皮西瓜。感谢真皮西瓜啊，谢谢。他回家了，舒服。他不回吗？他红蓝 buff 没了，他回血好快，拖他六级炮车吃不吃？炮车肯定要吃的吧？你炮车你要吃的吧？
但是这个我杀不了，杀不了，太肉了。算了，不浪费时间，在他身上浪费时间没必要啊。盖伦打劫真的是爸爸打儿子，我耗他一点血，他还不够他回的。然后他的输出也很高，又很肉。哎，但是呢，我有点燃啊。你不会要抓我吧？这个血量讲道理有机会的啊，有机会的。嗯，他还是挺小心的。那算了，那我拖他们，我拖他好了。剑圣在那边，在打大鸟。拖你，不要上，不要上，因为他有沉默加大宝剑，还有点燃的。我通过冲塔，这个等级我冲塔肯定是顶不住。他一个沉默接个大宝剑，给个点燃，他就我是必死的啊，跑不掉。行吧，那刺台波塔皮，或者搞他一下他的队友都行。哟，冲塔强杀，死了。嗯，算了算了，吃龙吧，吃龙吧。我觉得这盘他们的这个出人很针对。杀不了人我。你看这一套下去是什么鬼？他打我就不一样了，我这一套电刑伤害打满，打他十分之一，他劈我一下给个E，我就是三分之二没了。所以我们只能去抓下，好像这波有角度时，莫菲特的大招放了哈，莫菲特的大招放了。我们看看这个能不能杀了。哟，你敢 A 我，你再 A 我一下试试啊！你这真的是胆子都吃了熊熊豹子胆了，你 A 我，老虎头你也敢摸？好，把他先压进去，吃他一波塔皮看看。老虎头你敢摸？老虎头你敢摸？胆子大，我失误了。他这个小走位走的还行，把我手里剑夺了。我们这把就打他下路。A 我怎么了？ A 我就 GG 啊， A 我肯定死了呀， A 我肯定死了呀。好，他盖伦回家了。再吃一波呗。到对方的野区这个地方插个风眼，然后呢好像也做不了什么啊，做不了什么。这盖伦我肯定是没有想法，不可能杀得了啊，不可能杀得了。
好痛，好痛！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啊！你打你的钱，我打我的钱，这波可以杀。说实话，只要挂中他就没了。他并没有视野啊，很好，他死了。好像看到了，这逮到肯定是舒服。三波，我们一起吃一下下路塔皮，推一波啊！赶快来推一波，推一波，来来吃塔皮。把小龙吃一吃，哎，我们这个杀了人肯定要吃一点塔皮嘛。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我走了，我走了。1200块，刚好。7-11，发育还可以。有吸血，我们可以吃野怪了。帮我打个蓝，杰还是很需要蓝的，不太需要红啊。你怎么到中路来了？你这个是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送吗？有，他这什么意思啊？吵架了，好像是挂机了。好像是挂机了，他送，哎，应该赢了，没事，交给我吧，我被看到了，没事，别怕。哎，算了算了，剑圣有那个，小直，我有队友，虽然单挑我打不过你，但我又不是莽夫。可以，搞了个红蓝 buff。盖伦是真地肉，行，推波线继续抓他下，我们现在就疯狂抓下，针对他下路，抓死他！冲塔了，可以，这波少说吃一个头，一个头一个助攻。这行吧，那我们吃一个墨菲特的人头吧。我靠，助攻团灭，小团灭。这盘好像还挺轻松的，他们什么？老朴说我是流川枫，他怎么知道我中学的时候外号？哎，这个 ADC。可以上，潇洒，
不带回头的啊，潇洒。三柱先，我长得也有点像流川枫，是吧？行，这个剑圣肯定是没了啊，先把剑圣给干掉。来，有破败随便杀。好，上去。哎，算了，我单带下路吧。不过破败这个打这种坦克还是很给力的啊，能吸血，开大的时候能疯狂的平 A 打伤害，就不靠技能了，靠技能打不动。剑圣那你不死，你闪我闪，溜溜球，拜拜。这盖伦有闪，这盖伦铁定有闪，他没闪他不会这么追的，他小心他秒人啊，他绝对有闪，100%有闪，我告诉你。好，你先跟他打。哎，破败吸了个助攻75块，行，回家一步，好像不用回，我能吸血啊，这 ADC 不知道会不会蹲我，我们还是造一下。没有，好，没有，他回家了，再推一下，再推一下，我们就赖线就行啊，出了个破败单带无敌，单带无敌，盖伦也可以单杀，除了破败，在大招的期间内，我能疯狂的平 A 他，输出很高。这盖伦12等，兄弟，我是有破败的人啊，你想好了，好吧？就硬上，就头铁，就愣头，什么都不管，也不管我有没有队友。行，也不追了，不追了。我还以为你要硬追我呢，我回家买个装备啊，我回家买一个这个东西，检查治疗，这样他跟我调皮我就能秒他了。我现在除了这个盖伦稍微难一点啊，其他都可以单吃。这盖伦护甲高，2000多滴血，一丝血都打不掉，你我没有火力全开呢，我这剑圣有点不像话啊！哎，算了，我这回去有点。推一波吧，他再不走我就要回了，你单带就好。好的，非常好。哟，
没事，他死了。请拆，我们就偷。偷，继续，继续偷。请高地偷了。谁来杀谁，没人挡得住，我有点燃的。算了，不杀他，在他塔前没意思。这石头人来了，看到没有，石头人有大啊，我不能过去，过去他铁定大。我那石头人走了，我杀一波这个德莱文。继续带，就恶心人，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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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石头人来了，我回家补一下。大小龙收了，我需要一个鬼刀。他们好像要打大龙，我团战不厉害，这个阵容里面我团战不行，我还是单带更好一点啊。我们下去把这高地拆了，火龙收了。好的，他死了，大招给点燃加破败。 A 塔 A 塔A 塔，你吃得消啊！我这个 A 你吃得消、啊，走你！这 A 的你吃得消啊？就不靠技能啊，打脆皮靠技能。关键是我有青玉，是大龙小龙吃。AD 来了，我没到，没到，他肯定要行，别过分，别过分，别过分，我没大招了，一下两下刮一下 W 过来，死，大招马上好。WEQA 他 A 他 A 他大招躲一下 A 他 A 他，嗯，帅，好，这波偷输出打的偷的很好。这石头人没大，大招放了哟，你阻止我踩你高地，你没有大，我你又拿我怎么样，拿我怎么样嘛，拿我怎么样嘛，到底谁怕谁嘛，破败，你拿我怎么，哎，我也刷新了。其实我溜也溜掉了，谁都杀不了谁，但我贪了，看上去是有机会的。大龙吧，现在召集我的队友去大龙，我单带下路，打不过辅助不正常吗？莫菲特，你要搞清楚英雄 counter 关系，我这个英雄他玩克我的，知道吧？我装备这么好，我等级这么高，我操作这么好，我还打不过他，那有什么办法？对不对？又不是说我操作有问题，装备不够好，完美装备，完美操作。等级碾压还打不过，那是没办法的，这是没大招就是了。英雄康特啊，知道吧？英雄康特，
让我队友去大龙，我担待下路，我把他高地拆了。他们没有两个人守不住我，现在任何一个英雄都守不住我，只要是一个的他都守不住。石头人也照杀，因为我有大招了，我有大招，他敢，像这种就是死路一条，你懂吗？我虽然没有 W， 但是他已经死了，瞬间秒杀，只需要 0.2 秒。好，我勾引他一下，让我队友打大龙。打呀，大龙搞起来，我给你机会兄弟。大龙搞起来，哎，我把他石头人拖着，你们打大龙吧，随便打，我大招好了，你懂的，这蘑菇赶来他就死了，死，0.2秒击杀，敢不敢打我吗？打不打吗？你打不打我？随便你，你打不打我？哎，我闪怎么交不出来？哎，这个 F 出问题了。打大龙呀！我一个人拖这么多人。来一个复活奖，来个复活奖啊！最好等我复活，让我吃个龙 buff。给队友一个提示，他们心里就有数了。好。这样他们知道我的复活时间啊，可以等一等，等我复活，让我吃个龙 buff。这石头人现在有点顶，但是他再顶也没有用。我们不打架，我们打团。听说你很硬，听说你坚如磐石啊，听说你坚如磐石。坚如磐石，磐石，我看你有多硬。很舒服。终结。我推下路好吧。我推下路。有轨道，没事。缓速，就硬杀呗。举刀，蹲牢哦！真的，家都不要这些人。唉，玩个游戏这么玩的吗？家不要，交双招过来杀个劫。无语。行，火龙吃了，盯着我一个劫寻死的，真的。等我一下吧。好，剑圣死了，好像一刀斩，有点痛。两刀斩 ，A 阶无情铁手。行，可以。哎，够了，再来一条火，我来吃个蓝 buff， 回家吃个药水，一波了，第四条龙，你懂的。好，石头人死了，买个药水。这个攻击药水啊，500的攻击力，
这伤害现在谁能顶得住我一套？460的面板输出，穿甲拉满，一个大招就是石头人他也顶不住啊！给你500护甲又如何？照样带走啊，照样带走。我把这盖伦给杀了，听说他300护甲，听说玩盖伦针对啊，听说你玩盖伦，听说你300护甲，我来看看你有多硬。我还就不杀你，算了，杀吧。我想杀他盖伦。听说你自投罗网，看看是你硬还是我输出高高。又如何？有复活甲，复活甲不是假的呀，你加不要了吗？你加不要了吗？我贴墙你还能把我杀了不成？缓缩你有什么办法？你有什么办法？你告诉我。好，过来抬我一个井。行，结束。哎呦，游戏结束。你看我这么一点血，我能把他的剑圣杀了，你信吗？看我把这个剑圣杀了，怎么杀的啊？这剑圣摸不到我。拆拆拆拆拆！数值数值，注意数值。看我的手速有多快啊！想干嘛？你想干嘛？看我的手速有多快！三博，我输出全部打完了，把他 boss 了。